长期关注我们国台办工作的话呢，就会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并不罕见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，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。那么向国际社会讲清楚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法理事实，讲清楚我们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所做的努力和工作，是国台办的工作之一。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，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，我们对此表示赞赏。